那些结果那钱我都给完给别人了，其实还有小酒那一点钱没有给完。这老太爷真是的，自己不给要叫我给。小九，嗯，你在哪里啊？我吃个火、哎、回去呢。找好久找不到你，那个老太就要给这里的工钱给你。给工钱给我？是啊。他不是说在那个里面扣吗？他说给了给你些，又怕你肯定是因为没钱了才结果都是什么样嘛，他就说把这个钱给了给你些。哎，怎么可能嘛？那你拿到你拿到不也他？拿到吗？我不拿，你还给他嘛，说好了什么样就什么样了。我跟他，等一下你不收的话又不好，知道不？你拿到他就要给你的，万一你要什么零用钱什么的，你要。我有钱的，你给他就可以了。都说了在那里扣，就在那里扣了。等一下又给我，到时候又怎么算？又要算一遍数，到时候不好算。我跟他说就好了，你拿到拿到。他那些捡果子那些阿姨们呢，我都给把那钱都给了给他们了。就差你的了，那他干嘛不来找我，叫你来找我？肯定他是怕你不要是什么样吧，我也不知道。他是说叫我拿给你，他也怕你不要。你辛辛苦苦帮他接了，你就拿下就行了。那到时候怎么算这个？他之前都说好了。那个你在那个，你再跟他说了，他就叫你，他就把这个钱给你先。是啊，你拿着嘛，拿着嘛，辛辛苦苦解了一天，你不拿着？你给他嘛，到时候我跟他说，你就得了嘛。这样不好的，那些人都发来了，都刷你，差你的了，你拿着。那我拿着，回头我再还给他。那你看着你跟他怎么说的，那随便你了。嗯嗯。那我回去了啊。嗯，好好好。谢谢啊。嗯，没有。这个老太爷真是自己不给，我给他小酒又不要，嗯，很麻烦。